那你先开始好了，这样子。你想要谁最先？那我觉得这样很输的感觉。像我哥哥那样子。对啊。那就谁先你决定？那就这样。好好好，我先吗？是吗？好，那你们闭眼睛吧。现在在 Pola 前面嘛，对不对？我应该没有。Pola 前面那一杯。嗯。我要听声音。你为什么要先动我的啊？好奇怪哦。啊？啊？好了。换我是不是？好，换我了哦。嗯。借过一下。不要！怎么觉得他在换我呢？他已经全部大乱。好，接下来换 Pola。完蛋了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，怎么办？你要再换一次？我真的不知道。肯定输了甘愿哦，好可怕哦！我要相信自己前面这一杯，所以我不要动。然后动别人的这样子，相信自己。刚刚他就是不相信自己。那刚刚第一场我把我的换成你的。浅尝就好了。好，干杯！干杯！希望是好喝的奶茶。这个嘴巴放在杯子里。嗯，好像是泼辣的。是好不好？哎，所以现在要轮流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那从你先，你想要先看谁？欸、你们都是这样看人家，我都是看。哦，你好镇定哦。那个喝的时候看一下。我要泼辣再喝一口。好、啊。很淡定。泼辣应该没问题。怎么办？换你。换我？那我选。那我选。你干嘛？哦，没有。我想咳嗽。那我选走。点点好了。你干嘛啦？你干嘛呀？你干嘛啦？你是帮他抽抖的？没有，是真的不是我，真的吗？好，换大口吧，换甜甜。你刚刚说你喝很大口，你再喝很大口。换甜甜，要选哪一个？你们笑屁呀、啊？那我选选你。甜甜随便。嗯，感觉喝很小口。你还是喝大口？我喝很小口吗？你喝很小口？你喝超小口？哎、欸，真的吗？可是我觉得我喝蛮大口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是徐若瑄这样子讲话，阴影算真的有可能。对啊，哦，怎么办？让我想一下。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甜甜抖的跟第一次一样。对，他抖的跟第一次一样。你们还有一次机会啊！我还可以再看，你还可以选一个，你还可以再选一次，就不会声音大。点我你凶我就干杯哦！我跟你讲，我也觉得不是他哎、欸，因为他很淡定，对，他很淡定，那你决定。啊！我们要找出卧底这个分数、啊。那你觉得我们要合作？你觉得我们要看谁？你们觉得我们要看谁？奎娜再看一次，奎娜。他没有参与讨论。奎娜，奎娜，真的啊！奎娜，你没有参与讨论，就是你。奎娜，你在跳跳。奎娜，你在竖狗。你在说两个鼓起来。奎娜，你要竖狗。你要喊很大口。你要两个鼓起来。
我知道了，我好，我们投票吧，大家投票好，一二三，正确答案是我，是我，是我，我的天哪，超咸的，试试看。你刚刚参与讨论，我们就不会怀疑你了。哦，我才喝一点点而已，我就喝这么多而已耶。真的很咸，跟这些年你的嘴巴会毛这么多吗？他怎么你在超在怕什么？我觉得，我有吗？我真的要懂吗？你转转。而且刚刚你还可以这样子，真的好厉害啊！你怎么做到的？我应该皱眉头。没有，我觉得你是输在你没有跟我们讨论。我们说要看谁说你这样子，你这么镇定。我要说我可以啊，我可以喝。他说我要装镇定，说我可以喝。好，我们终于要进入最后一回合地狱轮了。这一轮是地狱。地狱，地狱是四。地狱的意思就是有三个人正常，所以你就是要演很咸的样子。对，这时候要演很。我们不需要把那个没喝的那个揪出来。好，来吧。好，第四关下只剩下不好没有喝到，所以我们要三个都是盐巴。干嘛？而且他都加超多的，你干嘛？你要三个都盐巴，你要再加你要三个都盐巴，你忘了？你要加三个盐巴，你忘了？对哦，你加我在干嘛？这次我们用的饮料是 Super， 它本身的颜色就有点那个，半透明，然后勾勾稍微有点带带黄色那种感觉，加了盐巴跟没加盐巴完全看不出来。目前呢，在我们面前有四杯苏跑，其中只有这一杯是没有加盐巴的，另外三杯都加了跟海水一样咸的盐巴。等一下，我要最后一个。好，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命运，对不对？我们要采拳来试一汤匙，看有没有够咸。好哦，点点来决定 要喝多少了。我们先采拳吧，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所以大哥选一杯来喝。要这个，这个我给我。我来看是不是咸的哦。嗯嗯，嗯嗯嗯嗯嗯嗯嗯，有咸，有咸。对，但是因为苏跑本身很甜呐、啊，所以有点像那个很酸的酸梅汁酸哦，所以没有到那么难喝，就对了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可以指定两次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们先，你这种变态想法、啊。好了，我们这一次要揪出没有喝到苏跑的那一个人。好，好。那这次从甜甜这边开始好了。好，是最右边那个没有。OK 啊。不要动我的杯子哦，谢谢。然后等一下，然后每个人都把它移到自己前面。对啊，每个人都移到自己前面。好，甜甜应该会把它放在自己的前面。好，好，甜甜后来。好。肯定是把它放到他自己，然后你再把它花篮把它放在自己的前面。你要确定耶？对，花篮把它放在自己的前面。怎么这么好笑？然后你再把它放在自己的前面。好，换谁大哥？好，换我哦。我再去把花篮前面的拿。哎、欸，跟我前面的交换。但应该就是万无一失了。假的啦！你们真的这样做吗？要不然你不要动我的杯子啊！依依，你可以动我的杯子吗？依依，你敢动我的杯子吗？动了你会后悔哦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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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没动好了好了，你没动，你没动，没有，我都这样了。哦，好。第一轮大家一起喝，对，干杯。干杯。
我哈已经是因为我把口水都丢出来了。好了，你演再演吧，好了再演吧，哎、欸，我们喝到盐水的要合作，我们要让没有喝到盐水的喝就好了。我跟你讲，人家换一点点跟谁喝？不是，我超咸的。要赖我？好，那由你先开始定好了，你先开始。我可以喝水吗？嗯。不是，就你我跟你讲，现在是要找没有喝盐水的，你指我干嘛、啊？对啊，我你没有喝盐水啊？我有。你看大家可以，很咸哦。好难哦，好，换你，你要指定谁？我。嗯，你要指定谁？再喝一口。指定谁来喝一口甜甜？烦呢、欸，为什么？干嘛？你没有喝吗？你们聊会来的吗？你没有喝？我你没有喝。到底？对，那个话你选，要看谁喝。拜托不要选我，真的喝到眼巴。我刚刚选谁？哦、我是真的喝到眼巴的。我有喝了吗？然后甜甜有喝啦，泼辣一定是，对，我一定是。依你喝一次，我真的是盐巴。那你喝喝喝喝。我也是盐巴，你还叫他？可以问别人刚刚是怎么换的吗？我刚刚就 我刚刚就把我的兑换而已啊。哦，不对，我跟泼辣的换。哦，阿奎娜跟他的换。Queena 其实没有换，啊、，Queena 没有换 ，Queena 没有换。那为什么我的还是谁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还有谁还没看 ？Queena， Queena 要看谁喝？我跟你讲，我百分之百没有泼辣很真，我百分之百盐，我口都滴出来。哦、，Queena 你好过分的、哦，我跟你讲 ，Queena 一定是没有盐水的，我然后他要叫泼辣喝。我要叫他喝，我叫他。就很咸，你叫我。没有，因为我跟你说，甜甜，你真的好会演哦，真的是不是你吗？真的不是你吗？我今天运气那么差，我没得到演呢、欸。难道是吐口水的泼辣？真的，不要选他。哪有哪有一喝就噗噗噗噗，我真的很害怕被他火害一下灌到我喉咙，我现在喉很痛。嗯，不要，那我要选你。我要选他。挑玻璃尖。不是我啦。好了，一、二、三，公布答案。答案是我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没有把盐巴换到我这里，所以还是这里。然后你们都没换，所以就是他。哦、所以我刚才问你们。有没有换？哦、你其实没有换，我没有把他的换来我这。那你要确定我换？不是、啊，那你要确定我换的话，就是我喝到没有甜的。那你要确定我把真的没有的换到我这？你一定，我就想你一定是做人的心态都会把没有的放到自己这里。但我没想到你们竟然都没换，我们是笨。我没想到你们，我没想到你们没有打乱，你知道吗？只有我换而已。好啦，最高分是 Pola， 不然要抓对卧底好不好？好啦，大家有没有也猜对了呢？如果当选的话，记得下面我们点一，记得在我们剧吧下一集，不要忘记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呢，支持我们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